这里呢，就是新德里东北部城区发生骚乱的四个地区之一，叫做 Chand Bagh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大概有四家店完全被烧毁了。我身后这家店呢，原来是一家卖水果的店，现在是一片狼藉。从现场呢，我们能感到浓浓的这种被烧焦的这种气味。从周二开始呢，新德里市政府就对这四个发生骚乱的地区呢进行了宵禁。我们看到呢，我身边现在这些所有的店铺呢都已经是关了门。在一处加油站呢，我们看到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状。在我身边呢是一个轻型的货车，它的车厢已经完全被烧毁了。当时呢可能是很多车在这里加油，我们看到呢当时大概有大大小小的有20辆的机动车，现在都是付之一炬。我们再往这边看看呢，这个加油站大概是有7个加油的这个设备，现在是完全也被烧毁了。可以想见，在暴力发生的那一刻，这里是多么危险。